03年女孩，来小镇开服装店的一天，一觉醒来又是满满的一天。在屋里就听见我妈喊蛋蛋，结果我一出来原来在给她洗澡。把咱们今天要发的货检查一下，先来检查我的同款三件套，一般我都是检查好再去发，怕有残次品。排版十字架棉黑绿两色，这款我真的太爱，这颜色特别正。姐妹让我给她拍的细节，这里面都是亚棉的，不会跑棉。 H 哥自从上了班每天都得试品。我对我的头型太满意了，原相机拍摄又没引住，咱就是说又自留一件。刚发完快递改排队拿快递，雇我妈来镇政府办点事。看这大堂真气派，可敢想真是镇上能有。完事又来了一趟医院，前置一下，哈哈哈。